最近网上流传着一段奇怪的视频，有个不爱洗手的人发现一根神奇的螺旋形树枝，刚一捡起来，此人就被某种神秘力量所驱使，不由自主地将树枝放进水渠里，而树枝一沾水，就像有了生命，竟然自动旋转起来，靠螺旋形身体向后推水，开始逆流前进，而且它还能自主躲避障碍，始终保持在河道中间。此人又将树枝拿回家里。 发现它也能逆着水龙头的水流数值上升。有人认为是水流推动螺旋形树枝旋转，而旋转的树枝又反过来推动水流，从而实现借力打力逆流前进。虽然这引起了更多人的质疑，但又有人用螺旋形塑料杆轻松复制了这个实验，又让很多质疑者开始自我怀疑。因此，我们还是用原视频来分析，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观察这根螺旋形树枝，发现它的身体绕中轴线扭转了不到三周半。为了分析树枝旋转圈数与前进距离的关系，我们将水流中一个气泡与树枝头部相遇的一刻作为起点，放慢动作，仔细观察树枝的转动，发现它旋转了两周后，气泡正好移动到树枝尾端。也就是说，这根树枝只需要旋转七百二十度，就能相对水流前进一个身体的距离。但是我们知道，树枝的身体扭转了大约三周半。 因此，每一周螺旋起点的间距，或者说这个螺旋树枝的螺距，就是身体长度的大约三点五分之一。所以，就算把树枝卡在直径和螺距都相同的螺纹里，它每旋转一周也只能前进自身长度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六。旋转两周的前进距离就是身体长度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而在水里旋转两周，前进距离只会远小于身体长度百分之五十七点二这个极限。 但视频里树枝转动两周，却前进了一个伸长，也就是每旋转一周的前进距离达到自身螺距的一点七四倍。因此，就算树枝内部有动力装置，也无法通过驱动身体旋转来达到突破螺距极限的前进效果。所以它只是被水流冲击旋转，并被一根透明的鱼线拉着走。但有人发现树枝在水中会自动躲避前方的障碍，不时偏转方向，好像是某种智能生物。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问题并不是出在树枝，而是出在水渠上。它的横截面不出意外都是中间深、两边浅的内凹形，这导致水流受到水渠侧壁和底面粘性力的阻滞，越靠近两边受到的阻力就越大，造成流速变慢、水压升高。因此，水面形成了从中间向两边递增的压力梯度。受到鱼线拖曳的树枝一旦偏离中心被拽向一侧，就会在压力梯度中受到从侧壁指向中间的水压差。 推动它回到流速最大、水压最低的位置，因此只要向大致方向牵拉树枝，自己就能回避浅滩或转弯等障碍，保持在深度最大的中心位置。所以这个神奇的树枝只是一个蹩脚的魔术，但发明者的意图并不仅是通过螺旋推进的效果来向人们阐述左脚踩右脚也可飞上天的道理。 更是通过这个魔术来让科学信仰不坚定者陷入自我怀疑，并去寻找合理的解释，于是开始主动转发评论，从而增加了视频播放量。因此，螺旋物体逆流数值上升的原理也已迎刃而解。任何人都可以完成这个魔术，而表演的成败就在于你能否找到一根最细最透明的鱼线。